哇，这个有个样子吧？好有那个样子哦。对啊，嗨，大家又见面啦！我们现在在白袍湖，我等一下一样下热沙回来玩。然后今天邀了土豆一起来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哥好，土豆。OK 吧？行啊，行啊。我怕你泡水发芽了。今天是比较怕说我们两个上去它就有点沉了。不过它跟海布一样是湖面比较平，对，湖面比较平就比较好操作。好啊，相信我。好、啊，我是玩了两三次了，两三次，OK 的，相信我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这里环境真的不错啊，啊清幽，但我这个板子有点太大了，拿下去有点重。哇，欸鲈鱼，哇，刚那边就有一只鲈鱼，水边那边有，对啊，好几只。OK， 下周下周。哎呦，出航哦！我醒来。要怎么上船呢？尽量保持平衡。好，尽量保持平衡。哎，好了。哎，土豆的处女航。哦呀，可以呀、啊。就这样坐着哦，坐中间就好。好，坐中间。对对，中间坐中间，坐中间。好，行啊。OK 啊。OK， 出航了。有没有？有，出来咯，出航咯。有的就不一样，别人在岸上钓，我们已经先吐到他们吐不到的点。应该不会晕船吧？不会啦。哦，我吃小白兔了。嘿嘿嘿，还好今天浪高零米，风速零级。行咯，好舒服哦。舒服啊。如入无人之境啊！对啊，走啊，跑了，小屁股。有了有了，有东西啦，不求大，有就好。狗大便怎么变外国人了？外有，可以用耳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我都叫老鼠尾啊，然后搭配曲柄钩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长钩，到时候打在障碍物的话，比较不怕它拖到一些障碍物。这个泳姿它沉到水里面会这样微抖，会这样呈现微微颤抖的样子，你就很像死掉小鱼一样。真的要带短杆，长杆没办法发挥。重，重，哎，跑走。哎，你有太猛了吗？技术不到家，专门跑鱼的。我这个是 K 牌，我们叫 K 牌，然后叫 Kitech 啊。在很多连锁钓具店都有卖，一包120块而已，我觉得 CP 值很高，大概比一包烟再贵一点点。然后泳姿很不错，但唯一缺点就是可能它为了泳姿要真实一点，所以它的质地比较软，所以可能会有一只换一只的情况发生。那我现在这个已经破的差不多了，但是我还是很勉强的用。追出来咬了好几只，走走走走。好多只哦！你刚刚一群的，一群的追有啊、哦，刚直接起飞啊，太小只了啊，好凶哦，直接把这个吞下去哎、欸！有哎、欸，有还在，在后面追，我靠！不要吓跑了，快追！我太北南了，各位。咦，船长不是北南的，船长没放鱼啊。硬拔的西哥河图，太小只啦，喂狗鱼，好小只哦，哥巴吉耶、yeah, 中一只，今天开湖了，好小只，但是很漂亮，咬很沙，你看我耳跟他头一样大，照咬，走，今天才钓西哥的是不是？
西哥鲁，西哥一样大，很凶。啊，谢谢你。嗨，咬一下，走，走。哇，这只体型有，但是好像不是鲈鱼啊。吉利，这吉利也太粗了吧，很凶哦，很凶哎、欸。哇靠，这曲柄够这样吃的啦。比你还大只哦，太凶了吧！你看这曲柄钩，这样子屌的，我刚看到一个黑影直接冲出去咬，哇！他可能在护巢之类的，有凶到，在 ，nice。我操！我操！大小、啊，靠水沟，有，但是吴国宇啊，吴国宇，要，吴，对吴国宇，吴国宇啊，吴国宇，吴国宇，真的没骗你，给你赌20块。感觉吴国宇，为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躲到哪儿钓福寿啊？极怪，极厉。中鱼了，又是一只西哥鲁。终于啊，等了一个下午。这里鲈鱼真的不大，大的应该是有了，但是目前在岸边的话，都是以小只的为主。捅这些阿妈坑，捅进去才有助人。只要捅对地方，基本上会有咬空，但是大鱼小鱼就不一定。现在又在咬，但是我觉得那小只的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，what the？What the？ 这也太小了吧，大哥，他跟你一样大、啊，所以印证了真的打仗还有鱼，但是大或小真的不一定，真的不一定。我靠，什么鬼？继续，现在换到最小的饵跟最小的钩子，他们是会咬，但是就是咬一部分就开始拖着走，他们不会整个样吞下去。哦，讲真的还蛮精的，中鱼，好、哦、有了啦。哦，怎么那么小啊？太小了啦，朵朵你看，哎、欸，哇，喇叭鲁啊，是一枝花啦，对、欸，这是马口吧？我晕了，孩子拜拜。这耳根快要跟它一样大了，还咬，对不对？我上一塞就有过。哎、欸，我们忙完再说。走，直接冲出来爆啊！快哦！哇哦，张开区直接撸出来哦！太哦，哇去！别把它拉！哎，我也有 ，double up！ 哇，对哦！哇，这里好多鱼哦！哎，又是哥八级，今天各位看一下，今天真的是要被我网友念了。吃饭，土豆瘦快20了。我还好，我还在沉浸那个钓鱼的情境当中。加完鱼蛋，我是吃蒜奶叶。蒜奶叶，哦，你上次吃的那个吗？对，没错，好吃的，吃到饱，吃到饱。一天没吃就是留着肚子来吃这个。土豆又来毁灭店家了。还是点这个老样子啊，对吧、啊？这两个是玩。刚刚听到工作人员说，这两个人点那么多次，土豆绝对不会浪费食物的。现在店员一定都在讨论，哇，这一桌狂点，对，我现在点了两个加起来37盘，我大概吃了7盘的量啊，30多盘都要吃了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吓死了，明明就是那个什么寿喜烧汤，哎、欸，煮成地狱锅，